这个哎 ，Yuri 是啦啦队对不对？是，对呀 ，Latin Girl 啦啦队女神。来来 ，Amy Go， 哎呦，哟，直接了，哎呦，哎哎呦，不行不行，现在妹妹们都太厉害了，掌声鼓励，这一种你会吗？哎呦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舞步叫什么？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舞步叫什么 ？Juby Juby， 这是滑步，有有。OK 啦，好，正面的蛇步，预备，请。不是，金伟伟，哎呀，可以看，哎呀，是有是有是有，哇，对对，就这一种，哦，酷，哦，哇塞，太好看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哦，蛇步了哦。美女的功课已经要那么好了，然后舞蹈还可以跳很好吗？真的吗？可以。而且他们会做那个鱼药，是不是叫药子？也不是呐，药子。哦，那鱼药是什么呢？鱼药。阿美老师专场。对，这个叫鱼药啊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决定要穿制服来出战？穿制服来参加，是因为我们觉得穿制服跳我们的舞会看起来更利落，然后也可以更代表我们自己。要利索，对，因为锁舞是要很干净。
来，我很喜欢你们后面那个圈圈那个绕的那个能量，然后加上你们自己给的情绪。啊，你不会去参加丰年祭？对，丰年祭现在要跳这个。大家可以加入这个一起。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建议是，每个人在抓角度的时候，可以再细致一点，然后跟力气的收放。对，因为像这种 locking， 就是你在跳的时候，其实线条是比较容易雕的，跟可能前面几组跳 hip hop 它的 grooving 比较，其实的方式雕的方式大概是差很多，但是。你们要想出你们的优势是什么，然后把那个力气再丢，我觉得可以再更完整。哦，来 ，Nike 老师 ，Locking 本身就是一种很欢乐的风格。Funky。然后我觉得这部分他们有抓到那个精髓。Funky。但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瘦弱，你知道吗？女生对他们力量。然后很多人都会有个错觉，就是你是在跳手部的动作，但其实你要从身体出去。它是一个有 grooving。对，你的那个你的行程，你那个过程是要做出来的。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，他们现在可能还需要那个。力道去把它打出来，现在还差那一点，就是女生的那个瘦弱，可能要大家可能要健身一下。可是你刚刚做到四分之一拍哦，就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，一 n n 二 n n 三 n 那个脚步，他们有做出来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哒哒哒哒哒哒，那个其实以初学者来讲的话，现在能够对到一 n 二三 n 是已经很厉害了，然后三连音这种的就其实蛮困难的。哦，可你们刚好做出来蛮厉害的，请给分，九分掐掉没有，小绿绿。25.5。好哟！哎呦，鞠躬！没有没有，真的，我觉得他们是认真，看他们膝盖，膝盖一直在炸地板，是红的，一直在炸，一直在炸，那声音很大声的。对，蛮喜欢他们表演的，然后再就是结合到一些就是非洲元素在里面的，我觉得很棒。哦哟，哇，这分数很高的，而且他们非常用心，你看这包括服装，当然这么大的比赛，你是不可能直接穿着校服就来嘛，怎么可能呢？小绿绿，哎，小绿绿，没事没事。